其實依家嗰個行不個速度，行不嗰個。深深淺淺，濃濃淡淡嘅嘢，咁嗰個稿冇講俾你聽，又深深淺淺喎。嗱咁啊，你睇下依個。創作嗰時另一件事，諗下我依度唔好畫啦，依度畫，每個人畫啊咁。咁如果你唔畫都有可觀性嘅，咁你創作一定有可觀性啊。咁你亂畫畫完之後，講咩可觀性一塌糊塗，我都唔敢睇。睇完之後會唔舒心情唔舒服啊，冇可觀性，即係